Hello， 进来小伙伴们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买了一个红色的山地自行车，这个自行车简直是酷极了，跑起来风驰电掣。骑山地自行车不仅能体验其中的乐趣，而且还能锻炼自己的身体，真是一举两得呀。好吧，我们在这里吃个饭吧。骑自行车都骑得累了。吃完饭了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啊，我的红色山地自行车呢？去哪里了？不会吧，被别人给偷了。哎，小老弟，要不要买自行车？我这自行车可是红色的山地自行车，新的哟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？你这个自行车还挺不错的，九成新。那你这个自行车怎么卖的呀？这个自行车便宜，只要八颗绿宝石就可以了。这么便宜？你这自行车不会是偷来的吧？我可不敢买啊。不不不，我这自行车是我自己心爱的自行车，要不是自己的手头紧，哎，我可不想卖我的山地自行车呀。那好吧，这是八颗绿宝石，我给你，自行车我买下了。好嘞，谢谢小老弟。点击西瓜视频，点击呆呆的头像，为我投票。大家可以登录西瓜视频，就可以得十票，评论一次得一票，观看5分钟得一票，分享一次得一票。